杭州亚运棒球项目 B 组，中华队强碰南韩，旅美的先发左投林玉明缴出六局五十分好投，再加上中华队四番林安可单场双安，棒打南韩火球男文栋柱，林安可前二打席都敲安。到了八局，林子豪敲出两分打点的安打，中华队中场以4-0完封南韩，预赛取得二连胜，更创下亚运队史首次连胜南韩的纪录。林玉明也成为亚运中华队史上第三人从南韩手中夺下胜投的投手，振奋球迷。上次中华队在亚运棒球项目夺金已经是17年前，中华队的大家都想复刻当年林志胜敲出的再见安打，喊话再替中华队拿下金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